我哥天天写日记，一边写一边哭。来解明中啊？啊，进去好长时间了。我就想看见我一个哥。你也要换，他也要换，人学校怎么办啊？把这个送给校长，就能把咱俩放到一个班吗？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？咋这么挣钱呢？我带你去个地，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。